在位于贵州省北部的遵义城内，有一处兼具中西建筑风格的老宅。这座诞生于上世纪初的建筑，历经时间的雕琢与洗礼，在今天看来，已颇具沧桑之感。然而，漫长岁月带给他的，不仅是墙垣的斑驳剪影，更是对一段历史的虔诚追忆。彼时，中国红色革命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中，而正是在这里召开的一次中共高层会议，改变了红色革命的命运，也成为中共历史上极为关键的转折。这便是著名的遵义会议。1935年初，一支红军突然出现在黔北重镇遵义城内，这让当时一心希望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大为震惊。尽管机关算尽，这次出乎意料的行动还是打破了他所有的安排部署，红军也因此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这支原本极富战斗力的红色武装力量，因为第五次反围剿时的战略失误而损失过半，并且不得不离开江西的根据地，开始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转移。这次转移后来也被称作万里长征。在长征的队伍中，有包括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博古，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李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以及毛泽东等在内的一批红色风云人物。博古、李德、周恩来由于掌握着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权，在红军内部也被称为军事三人团。前所未有的忧虑与困惑，让这支红色力量渴望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而遵义会议成为了他们寻找方向的重要契机。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的这处老宅内，准备召开一次重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白天工作繁忙，会议不得不在夜晚进行。昏暗的马灯下，是一张张神情凝重的面孔。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安的情绪开始在这支中国最重要的红色力量中蔓延。这些人面对的是红色革命的生死关头。不仅如此，许多红色将领开始对博古与李德的军事领导产生怀疑，这一点从之前的黎平会议便可以窥见端倪。1934年底，在黎平县城二郎坡的一家店铺内，一次小型的红军内部会议秘密召开。会议中，红军将领对于长征路线产生了分歧。博古与李德始终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而早已被免去军事指挥权力的毛泽东则主张进攻守卫较弱的贵州。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而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博古与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就已渐渐失去了红军其他将领的信任。相反，毛泽东的意见和观点又再次开始得到认同。黎平会议中所做出的重要决策，不仅改变了红军的转移路线，也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创造了机遇。
根据黎平会议做出的决定，红军分三路强渡乌江，之后又迅速北上，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进入遵义城后，红军得到了短暂的休整，而在这相对平静的氛围中，一场巨大的变革却在悄然酝酿。这一点从红军高层的住宿安排上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答案。红军的司令部被安排在当地军阀薄徽章的旧宅内，一层成为了临时作战指挥室，二层则成为了周恩来等人的宿舍。毛泽东并没有住在这里，他与张闻天、王稼祥这两位中共领导人一起住在附近一位前军旅长的宅院里。也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毛泽东赢得了这两位遵义会议关键人物的认同。而博古与李德则被安排在一处独立的庭院内，看似休闲的住所却实实在在地说明着他们被孤立了。几天后，遵义会议如期举行，首先由博古发言。他在发言中极力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把失败归结在自我军事实力薄弱的原因上。不同于博古，随后发言的周恩来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中存在失误，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成为了毛泽东的支持者。而一向最后发言的毛泽东，这次却一反常态。紧接着周恩来，毛泽东做了长达一个小时的发言。哈里森·索尔兹伯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写道，毛泽东点名批评了博古和李德，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他还指出，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顾这样的问题。经过两天的激烈讨论，会议决定取消博古与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而刚过不惑之年的毛泽东则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升任为政治局常委，并逐渐获得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正是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走向了中共权力的巅峰。中国红色革命也不再迷信洋教条，走上了自己的道路。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特别是回师黔北的过程中，在峭壁绝壁的娄山关歼灭黔军四个团，赢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然而即便如此，红军仍旧无法摆脱被围追堵截的局面，中国红色革命的前途也依然吉凶未卜。毛泽东就曾在这期间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从这样的诗句中，隐约可以感受到一位叱咤风云的领袖对中国革命存着的深深忧虑。他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希望背后的漫漫长路。时光飞逝，许多人和事物都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如今，在这中国红色革命的标志性建筑——遵义会议的旧址，仍然可见
当年会议时的许多旧物。而毛泽东亲手题写的牌匾也说明着遵义会议重要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这位领袖的一生中，这样的题笔并不多见。遵义会议的记忆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不断传承着，先后发行的十枚与遵义会议有关的邮票，每一张都仿佛在向远去的那段历史挥手致敬。他们所承载的、所述说的，不仅是中国红色革命的重要转折，更是中国人对历史的一份尊重和纪念。